大家好，我是二哥，你想我吗？今天带你看一间全新的别墅，走吧。专心呢，屋主都没有搬进来住过。你看他这个孝亲房的位置都留给你了，如果没有孝亲房的话，这边可以当餐厅。二哥，那你怎么有一个门啊？前后入平，看到吗？现在别墅有这种前后入的没有了。那这里也可以停车吗？可以。吊上来，二楼两间房间，主卧室，干湿分离，可以泡澡。三楼的部分公用卫浴，前方跟主卧室的大小一模一样。然后顶楼呢有太阳能，能把你整热啊。那边有没有一个小孩在尿尿？然后哪里？那边，宝哥，好了没？好，这间地坪37.9。建平59平，四个房间，一楼空间很大，配合小新房。有兴趣的朋友下方留言预约看我。我是二哥，记得想我哦。